各位观众，大家下午午安，谢谢。刚有提到，其实南北两端的空气污染物差距浓度其实差距非常的大。叶医师有没有就是相关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让观众朋友真的感受到真的很大的差别呢？节能救台湾。咱即马来看今天，今天我一再看，麦寮台西一平 PM 值是100的，其实100的英国它就是紫爆了。PM 十嘛是一级致癌物 ，PM 二点五是 PM 十的一部分 ，PM 十那101就是紫爆，所以今天的矿业受益，其实中部、麦寮、台西、仑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来看全年全部的平均值，北部松山、新店也差不多20几啊30，但是前金、高雄而且麦寮是接近70的。所以就是讲，全年平均的来，麦寮啊是高雄啊是埔子哦啊是台南，整个几乎是那台北的一倍，南部的人输的空气是北部的一倍多。我想这是足严重的代志。那来看臭氧，臭氧伊的天数较歹，天数就大于61，伊内底台北是甲南部的时阵是差一倍，就是讲。整个南部的人，伊伫臭氧还是 PM 十的时阵，整整是落后北部差一半。我想这是一非常严重的不公不义的代志。所以，阮即届游行，阮就希望讲，赶快再一次呼吁政府，应赶紧用最快的速度终结一个天空，两个台湾。那其实我们这一次诉求还有包括到5个部会要南迁啊，我们就是政行政院啊、经济部、环保署、卫福部跟立法院，我们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南迁，苦民所苦。可是这样有些朋友担心哦，会增加国库开销，而且真的他们这些公家机关移到南部，真的就可以苦民所苦吗？医生有什么看法？两个就是讲这增加国库，我想可以减少国库的支出，而且也能改善咱的财政状况。因为台北遐拢是精华区，如果行政卖掉了吼，哇，我想遐黄金地段，立法院也刷了，黑马弄黄金地段。如果经济部在福州街，黑马弄个刷掉，我黑马弄作碎耶。卫福部，环保署在中华路，黑马个刷掉，环保署能刷去许厝国小，这样要套天厝啊。所以我意思讲，你卖掉了，会用足侪钱，会用足侪经费。我顶多是认为，伊人事成本反而大大下降。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。重点的说，你从南部看台湾，你从中部看台湾，你从空污重灾区看台湾，跟台北看台湾一定不一样。为较歹空气看台湾制定的政策，可能可以苦民所土，较能切合人民的需要。别说医生不能隔着玻璃去看患者，咱医生上重要是触诊、听诊，爱知影讲真正你听心跳是安怎，你竟然感觉。环境的温度是安怎？你一定爱讲，有影是烧，有影是讲心跳较紧，你爱摸摸脉搏。所以我讲，人民痛苦在哪里，医生就要在哪里，病人在哪里，医疗团队都爱去呀。所以我刚刚讲，今日重灾区的所在，官员哪应来个家？不是讲一年只有某几天才去视察，不对的。经济部能抵大林埔，我想你就能够制定出比较符合大林埔要居民的诉求。那其实叶医师哦，我们知道您在就是过去曾经大力的抨击我们核电，我们后面我们反了核又废核又废火力的话，火力发电在台湾占了80%的发电量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有可能会冲击到我们电价上涨的态势。那医生对就是目前未来可能遇到生活成本上涨的这些问题哦，有没有一个看法或是见解？没，我认为是比所有的其他毒之首，所以我去年9/18有请问题讲。万毒之首，比咱的食安，咱的食安最近那阵你有食安了违法的时候，听讲罚金是几亿哦。但是阮认为煤，你那底下烧，其实它是合法杀人，所以你那合法杀人，我讲这是唔对的。煤，那就英国医师协会，就美国肺脏医学，美国肺脏医学的直接改工，燃煤电厂就是释放毒气，而且美国天空天大气中来对大气中的汞50%是燃煤产生。美国大气中的砷62%是燃煤产生，所以燃煤产生的不是说只有 PM2.5，
燃煤产生还有很多重金属，大气中很多重金属，但是燃煤产生一个煤灰煤渣的问题，煤灰煤渣嘛就是重金属，咱台湾唔知道要去倒去对，听讲是倒去中彰化，所以一天空是烧出汞，但输液了也影响咱智力，那落雨落去，佮下降到咱的河流，下咱的鱼池塘内底，咱饲出来鱼啊，就佮食汞，咱就佮食去食物链，就影响囡仔，而且汞会过母亲的胎盘，会影响囡仔的胎儿的智力，如果老母佮食汞，佮食鱼啊，伊的汞佮经过透过食物链。所以燃煤你看表面上足俗的，其实它的成本是足贵的，如果你那个环境跟健康成本加起来，它是完全不符合成本。那来看德国，它的电价比台湾贵好几倍，德国的工业有没有受影响？大家也认为德国工业一定比你较强。为什么一个高电价会使咧有一个工业发展，因有工业比台湾较强的形象？但台湾如果来还用这款电价去发展台湾 GDP， 那是落后的。那来看德国还是法国还是英国，他们用1992年的电做基础，他们能用过去1992年的电的80%甚至70%达到同样的 GDP， 意思你可以节电，只要透过节电20%到30%，你可以达到同样的 GDP。所以台湾高耗能物件一定爱减，台湾一定爱能源转型，一定爱产业转型，只要你安尼做就有机会。另外就讲节电，头先讲的，你给能源效率，给你拿好好做的时候，其实台湾才有机会。德国就是用电足管的，所以伊所有的产品，伊工业产品拢会考虑到节能、节电。你用较少的电，也许你买伊的物件会较贵，但是中长期你用的伊耗电的费用较俗，但中长期伊节省下来的电费的时阵，电到大家有要想要买德国的物件。咱台湾因为低电价，所以大家没有节电的概念，咱做出来物件反而没有竞争力。所以我讲，一个是短空。中长多，一个是短多。台湾用低电价，那是过去的思维。台湾用低电价，表面上是成本是下降，那是短多中长空。所以台湾，你2017年要有全面的思维，要有全面的行动，要有具体有效的行动。是，那说到具体有效的行动，我们等一下在1:30的时候会访到台中市环保局局长白志荣。白志荣局长，那叶医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希望他做出的一些回应，或者是一些想要跟他说的话？我这几年跟中央的接触，中央对环保、对空污的治理，整个中央是不如地方的。我在强调，环保署、经济部、交通部整体是落后整个地方政府的环保局，整体落后的整个台中市长、彰化县长，还有云林县长，还有嘉义市长。所以你要怎么领导，还要中央集权。我想这是不妥的。你若较敖，你领导地方我没有话讲，但是因为我几下该接触台北的中央，大部分都还在睡觉，我不看到他们整体动起来。问219游行的第二个诉求是跨部门合作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台北的中央跨部会有真正动起来，甚至因为能源减碳办公室居设的，甚至主管部门委员本身主管部门本人都没有亲自出席，而且不是署长应该出席，一派副署长，连副署长都没有，连处长都没有，甚至只派到副处长。这标示整个行政院能源减碳办公室是你虚的，是你骗的，是你假。你如果这政府是安尼虚应了事的时候，人民不会尊敬你的。你要领导地方，地方也会不服的。你刚想要讲哦，地方要甲修等啊，所以我们这次游行的诉求是反集权。你空污治理1年半了，没有到缩短南北差距，是恶化南北差距。整体 PM 值是整体全台湾是比去年恶化的，臭氧也比去年恶化，所以你整体也是恶化的。你治理无能，但是却要集权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另外讲反移民，伊内底怪东怪西，空气污染无好，大部分拢是中共的。我想这是移民啦，拜托莫搁移民落去啊！一个移民的政府，一个2017年还在移民，你绝对没有希望的。是，那谢谢今天叶医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哦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叶医师，谢谢。